这是我们养了3年半多的猫，它是个流浪猫，前屋主想把它带走，但是没逮到它，所以就留下来。那它可以跟我们就是饿了就来要吃的，但是从来不让碰，不让摸。我再摸摸它，试试看它让不让摸。你看，它都以为你是有吃的，没有吃的它就往后退。自己吃不了，给你挤着吃。这是第一次白天它来吃我给它的小零食，它是最喜欢吃这个小零食的。那以前都是晚上他觉得安全，所以他来吃，我这样喂他。所以今天我也挺高兴，他跟我又更亲密了一些。看看多爱吃。哇，为了吃这一口，拼了！